这个路轨面积呢，到大约是3到3米，乘12米左右。个火车由月台开始出发，即行一个圈呢，就大概佢所需的时间就是3分半钟左右。设计咗一个比较大型嘅控制系统，呢个控制系统呢，就是可以改变嗰个路轨，即系嗰个差度，全部都系喺个喺个水平度控制嘅。 我哋嘅控制系统咧，我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两部车都装有红外线嗰个感应器。呢个红外线感应器咧系防止车与车之间嗰个追尾。当嗰个两部车嗰个距离太近嗰个时候，就会发生作用。咁后面嗰部车咧就会暂停，直至到嗰个距离拉远咗再继续开行。我来自香港嘅。 咁就喺2000年嗰個時間咧，就上嚟大陸咧就經商。咁啊退咗之後咧，就開始搞啲貨櫃箱嘅模型啦，呢啲嘅吊車嘅模型啦，就大概就喺2年半前，咁啊開始搞呢個嘅微型高鐵，睇到我哋祖國呢個嘅高鐵發展得好快，咁就開始嘗試下，我自己亦都有從零開始就做呢個嘅高鐵模型。